小姐好，老师好。哎，小帅哥今天选了一首，这个都不要讲年代，它就是经典。谁的歌？刘文正的《诺言》。啊呜，刘文正的《诺言》，多少小男生在成长的过程，可能都你知道弄的卫生纸模仿他过。全世界注意听好，太棒太好听的一首歌，杨俊文演唱《诺言》，欢迎他。我曾为他许下诺言，不知怎么能实现。想去他小小的心里，希望只有这么一点点。虽然是我为他许下的诺言，在内心的心愿，诺言，心愿，谁知道要等到哪一天？我曾为他许下诺言，不知怎么能实现。想起他小小的心里，希望只有这么一点点。虽然是我为他许下的诺言，总会有实现的那一天。谢谢。好，年纪轻轻的杨俊文唱《诺言》这首歌，唱的如何 ，David 老师？非常的顺，非常的，好像很简单一样的。我没有听过原来那个歌，我刚刚还在问，然后我感觉是完全一个新的感觉给我。唱得非常的好，我很喜欢。好，马上来看看杨俊文能不能达到20分，请评审按灯。杨俊文第一轮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7 18 19 21。有吓一跳哦，吓一跳！刚想说17 18 19就没有了这样哦。不过来，我们这个来自冷水坑的这个冷水王。哎，小胖老师给他一些批评指教。我喜欢你的表演胜过于你的歌声。在歌声的部分，虽然第一次诺言出来，你有一些真假音的转换，那个技巧很好。可是除此之外，整个歌声的部分并没有很特别的吸引人。反而最后一句总会有实现的那一天，总会有实现的。你那个有表情已经有点 over 了，你自己要稍微调整。你在模仿郭金发人？没有，我只是试图让他知道，说我在看他表演的时候呈现的那个感觉是怎么样，可以再自然一些。了解了解，哇，21分呢！你其实，在赛前给自己的评估是怎么样？就给自己一个诺言呢、啊。哎呦，对啊，不要哭。恭喜你诠释的不错啦，在这边掌声恭喜杨俊文。接下来很会唱老歌的这位康真婷，请出列。桃子姐好，主持人好。刚刚今天选的。